到你的面前被你所悦纳。也真是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今天早晨，当我们人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在这里，让我们的心向往你，让我们的灵来欢呼向你歌颂，让我们抛去一切的烦恼和忧愁，此时此刻让我们真是举起我们的双手，将感谢和赞美都献在你的台前。求你此时此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你在这里，你的名得到高举，你的心得到满足。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接下来让我们用几首的诗歌连续的将感谢赞美献在我们的父神和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真是把这些诗歌献给他，让我们用我们的心口唱心和的将赞美歌颂都归给我们的神。第一首诗歌，你真伟大。让我们先从副歌开始，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赞美我们的神，一起来，我立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立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步遍满了宇宙中，我的歌声赞美主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的歌声大，他何等的伟大，他也是一位慈爱的神，他的慈爱伟大无情，口舌笔墨难以形容，长阔高深，世无相同，真神之爱，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口舌笔墨难以形容，主心真大力，超脱高深，事无相同，知足感觉
伟大，以至于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不被人尊重，被人藐视，被人欺压，梗最终走上了十字架。但是他三天以后向世人证明他复活了，他已作王，神掌权。他无家心美容，他不被人尊重，无人羡慕，他人藐视，被人厌弃，颜面不堪，他已作王，神掌权，神掌权，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让我们把我们的一生都交给他，让他来使用。耶稣是万有之主，昨日和今日到永久，耶稣是万有之主，我不再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耶稣是万有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是万有之主。
谢赞美，献给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一生的向主至高，耶稣是万有之主，献上赞美的祷告。耶稣基督，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2000多年以前，你奉父神的差遣来到这个世上，受尽了折磨，受尽了苦难，受尽了羞辱，流尽了你的宝血，最终走上了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成了替罪的羔羊。让我们真是借着你，借着十字架上你成就的救恩，让我们能够与父神和好。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慈爱，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能够在这个世上听到你名的人都能够归向你，都能够承认你是我们的救赎主，都能够借着你与我们的父神和好，能够得到那永远的生命，能够永远的盼望。我们真是巴不得全世界在每一个角落来呼喊你名的都能够被你所得着，都能够蒙得你的眷顾。我们谢谢你，也真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候，把我们的教会，把我们的每一位我们的弟兄儿女们，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充满我们，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儿女，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你的儿女，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祭坛来敬拜赞美你，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灯塔，来成为你福音的出口，也成为造就人的地方。愿我们的国度，愿我们的国家，我愿我们的领导人也能够成为敬畏你的人，愿这个国家能够真是在敬畏你的道路上能够真是蒙得你的悦纳。这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愿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挽回我们的人心，好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归向你。愿你真是在此时此刻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被你所得着。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让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4:6-10。提摩太前书4:6-10，只有短短几节经文，找到以后我们一起用朗读的方式一起来读哈。第6节一起来。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从事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需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父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
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短短几节经文告诉我们，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更有今生或来生的应许。以这几节经文也是今天林川长老今天讲到的信息所用的经文。好，接下来我们再唱一首诗歌《圣洁之地》。圣洁之地，站在圣洁之地，因有主你同在，他的所在是圣洁，是圣洁之地，站在圣洁之地，因有主你同在，他的所在是圣洁。我们站在圣洁之地，我深知有千万天使围绕着我，接下来我们有林川长老在我们当中，他要讲的信息是追求圣洁，操练敬虔。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他。